差不多一个月前，李登辉去访问日本，啊，讲一句话：日本是台湾人的祖国。我相信大家拢有看到报纸，但讲这句话，有真侪台湾人反弹。哪有可能日本人是咱的祖国？我做他的课本，不是写讲日本窃占台湾吗？啊，窃占的这个窃是什么意思？偷窃。你日本是偷窃台湾摕去的呢？因为咱台湾人哦，他们讲对战争啊无概念。啊，都要先讲台湾历史。四百年来，其实不止四百年，超过四百年，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啊。除了到日本天皇捌伫这个所在建立了到这个主权以外，台湾这块土地啊，没有国家的形式，无国家的形式，拢是啥部落、原住民的部落。啊，上济是中国人甲日本人来台湾屯垦。其实若看历史哈，看以前这个外国人伫咱台湾画这个图啊。台南这个所在是上界开始开发的，啊，这个台南这个所在啊，伊伫外国人伫画这个图的时阵啊，有日本部落、中国的部落，伊叫做清朝啦，迄阵叫做清朝，清朝的部落。啊，咱发现讲吼，啊，日本人的部落啊，的厝啊较济，就是用日本人较早来。啊，中国人较晚来，但是因为中国人的历史，1945年以后啊，甲咱台湾人所解历史都要颠倒头变。伊讲是中国人较早来，啊，所以讲中国人是老老早早都已经移民伫这个所在。你唔通看台湾海峡吼，其实台湾海峡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海域。咱知影讲，以前中国人就清朝迄当阵哦，60个人来台湾哦，唔是讲10个人拢我都定量呢，差不多7个，看我都定量无，4个超占2个，就是迄个海，迄个，恁即摆来为平哦吼，坐即个船啊来台湾的时阵啊，有经过一站嘛。迄船拢会掀来掀去，掀到足严重诶！迄叫做海沟啦，台湾海沟啊，迄个海沟啊，这个所在啊，船我都讲很平稳的驶。所以你看以前的航海的设备无讲真好，啊，所以呢，为中国移民来台湾的时阵，全部拢未搞较侪啦。啊，来的时阵拢啥？拢查甫诶，大部分拢查甫诶。啊，那查甫诶来遮少年呢，要娶某要安怎？就找原住民，啊，就平埔族啦，平埔族的，咱拢是平埔族的后代。啊，我有当咧讲这個，有个人讲，啊，你敢有证据？有，这个也做马街病院，有一个医生叫林玛丽，伊做差不多有30000人，伊这个血，甲抽血摕出来检查，检查了后，伊发现台湾人90%拢是平埔族，也是即个也做太平洋地区啊，即个原住民的后代啊，真正为中国来占不到2%啊，所以但是即马较济吼，即马是啥物较济？1949年，蒋介石撤退，中华民国流亡伫台湾，迄当阵台湾的人口啊，600万的人口内底啊，差不多有100万左右是中国人流亡在台湾，但伊这100万在咱台湾的时阵，伊人较少啊，啊要统治遮济人，伊免啊，敢那两种的话，一种就是甲你教育，开始编写历史，甲你讲你，恁的也做祖先是为中国来，啊，我嘛是为中国来，啊，所以阮是恁台湾人的祖先。啊，台湾人哦，真戆！台湾人也蛮是，也毋是讲真戆。拄啊开始，台湾人真巧，
对，较反抗，因为台湾人以前吼，读书的较济。台湾人在90%几，日本时代90%几啊，有受完上少有小学的教育，拢捌字啦，识字率啊，90%几。啊，中国伊迄个时阵的中国啊，不到10%，就是讲台湾是文化水准较高，啊，中国的文化水准较低。文化水准较低来统治文化水准较高的，哎呀呐，有什么方法？讲白贼啦，写课本啊。甲你讲吼，你的祖先是为中国来的，啊，过来，啊，过一部是啥？从你受过高等教育、大学教育，拢甲淘汰死。这叫做二二八啦。二二八事变的时阵啊，迄精英去淘死，淘死偌济，知影会举手？绝对无人知啦！啊，台湾遮侪年啊，大家是感觉你话二二八白色恐怖杀死遮侪人，啊，中国国民党到即马为止无一个凶手呢，啊，死遐侪人啊，无一个凶手。那你的家属，你敢会甘愿？你袂甘愿啊！但是台湾人很奇怪啊，你是讲洪秀柱，洪秀柱讲因老爸是二二八的受害者。伊是中国人哦，中国人嘛有二二八受害者啊。啊，因二二八的受害者，啊，搁上了个白色恐怖，因老爸要找头路，无多找呢。但是洪秀柱落尾啊，伊去挖国民党，伊当做个奋斗主任，做立法委员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做关中的迄个 group， 伊就是向。权势啊，靠拢。所以，真侪台湾人，包括中国人甲外省人，所谓的外省人就是中国人啊。啊，这中国人甲台湾人拢共款啊。有当时啊，对家己的立场啊，无法度来坚持。啊，无法度坚持要安怎？就是讲，有奶便是娘。啊，我伊啊，我伊有饭好食，但是我到迄种我唔对起啦。现在我们台湾民政府出来以后啊，重新研究历史，将证明献给大家人看，啊，不是讲献给大家人看，那就好了呢。啊，还有我提出控告告诉，咱普通时在台湾的社会也是同样啊，你若受到委屈，你要怎样？去跟警察斗，啊，警察无法度，警察嘛是中国人，你要怎斗？无法度，啊，甲告嘛无法度，所以二二八啊，白色恐怖一挂人。来跟我问讲，我要来换你个个，我讲你个嘛无效，啥物无效？因为换伊是国民党开的啊，你想你我都甲个会倒吗？绝对袂倒。我讲个雷声，我都甲讲啊，我绝对袂倒啦，你拢钱加开啦，时间加了的啦，你讲咩喏？去美国个，但是啥物人去美国个？足简单啦，旧金山和平条23条啊，你美国是台湾的。主要的占领权国啊，你美国要负责任吗？啊，中华民国只不过是和你美国委托你在台湾啊。你看每一摆啊，中华民国总统选举选调5月20上职，上职的时阵选调的人安尼就去上职啦 ？No， 都要安那啊等，等个啥？美国当时的总统哪有贺电？就是讲，我甲你承认，你是中华民国总统，你会当上任，是安尼呢？哎，是安怎上任要做中华民国总统，都爱先甲美国讲讲啥？讲你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阵啊，你的政策是啥物物件？你阿扁啊，伊讲四不一没有。啊，你是阿扁啊，你咧选起什么？乌白骗台湾人，你要独立啦，你要创啥啦？啊，是讲四不一没有，伊也无要独立，也无要统一。啊，所以真侪台湾人拢感觉讲奇怪。啊，咱台湾伫遮咧说，伫遮咧说，啊，我甲你讲，台湾独立是绝对无可能。你听我清楚，因为选的时阵是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选，中华民国的宪法若选掉，伊伫发誓，伊手爱摸啥物的，啥物物件来发誓，中华民国宪法。人美国的总统是手按着圣经。来选谁？啊，中华民国总统手按着中华民国宪法，
啊，你是中华民国选出来的总统，你敢有可能将中华民国变个倒？无可能嘛！你若个变，一天我给你逮捕，你就叛国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台湾若要阁继续选，100%无可能独立，100%爱继续用中华民国迄个名。啊，中华民国都毋是咱台湾的国家，中华民国是因中国人武昌革命以后所设的政府啊，所设的国家，跟咱台湾什么关系？啊，你嘛民进党即马一个故意来，民进党开始安怎讲？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。伊一方面讲是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一方面对老百姓讲我是选台湾总统。台湾总统当时选过，你的邓票提迄个证明是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，你哪里有选台湾总统？所以台湾的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了。啊！你矛盾之中，现在就跟他骗票的。我跟他做总统，我就做四年，做八年。啊，我一旦贪污，我就贪。啊，所以民进党为阿扁迄个八年，对一个大官无贪污，叫移送法办的，对一个没有啦。啊，佫足侪样，佫关伫法监狱内底啊。啊，你讲台湾可怜还是无可怜？讲起来，台湾人吼，啊可怜啊可恶啦。因为我若做官，我就是要贪污，伊无监督嘛。所以，以咱台湾人的这种现主席这种的气氛来讲，要选不要选，因为在恁来讲，恁是初级班尔尔，恁家己去做决定。中华民国总统阁选落去，台湾愈可怜。啊，你讲要安怎？其实伫八年前的时阵，美国人就甲恁讲。你若有法度叫一半以上的人莫去选举，安尼美国一定爱入来。迄当阵总统的选举才70%几，伊讲你有法度叫72%啦，72%的迄人去登票，你有法度叫12%的人莫去登票，安尼我美国入来，咱做袂到啊？是安怎？中华民国这个制度内底啊，全世界拢无像中华民国安尼。比选举的人有钱好摕，你敢知影？你甲登迄个票，你爱了偌济钱？你爱了偌济？毋是30尔呢？四年的立法委员一年是爱50块呢，四年200块呢，啊，搁一个30块呢，和总统的30块230呢，全世界无种个制度啦。所以李登辉去工地来讲啊，讲啊，洪秀柱袂提啦，伊绝对死都要选啦。谁那要选？伊有30块好提啊，伊若提300万票就9000万啊。你敢知影有这个代志？我甲美国人讲，美国人上来嘛不相信啊，搞迄个代志，老爸伊查了有影。后者讲，咱老百姓去甲登票，无互你行路工就足嗨啊，迄票登落去。都爱阁予伊30块，啊，政党爱予50块。咱是伫选啥？真正台湾人吼，真正是选到有够戆，有够空啊！选到予全世界拢咧甲你笑你台湾人啦，哪有全世界哪有遮戆的人去当票予人钱，啊，阁予管，啊，阁予扣税金？马英九讲台湾人免做兵，大家拢真欢喜。啊，你讲免安怎免做兵？是咱台湾民众甲美国的奥巴马讲，你若阁予台湾人做兵，我就把你移送国际法庭。选了移送法庭，第二世界大战，什么人轰炸台湾？美国啊！啊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啊！美国伫迄个时阵是咱台湾人的敌人啊，敌人啊！啊！那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，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啊。所以美国国防部、国防部较袂啦，国务院到今日为止，将咱台湾人视为敌人，真正无人知咧。啊，大家拢叫是讲哦，美国对咱哦 ，no， 美国是对遐中国人真好。啊，中国人真好是原因伫倒，
因为迄个时阵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真侪美国人的传教士，伫中国啊，受伊中华民国照顾。伊即马第二代起来啊，第二代拢比美国的国务院任中高级的政府官员。迄阵人对台湾有敌意。我讲这个话，我会当负责啊。你唔相信？你去美国看看卖啊！我这两天顶个月尔尔，和美国的国务院、甲国防部三个人用 Skype 对话。我甲因讲：，台湾这款情形，你拢唔知影吗？伊讲知影，知影你拢无要改善吗？司法部点到美国的司法部下边甲人讲：，你们的受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，但是你台湾人自己都不表示意见。讲咱台湾人都无表示意见。咱两千，咱今年2015年二月二八控告美国。啊！甲中华民国，你知影中华民国回应，和美国法院安怎讲？用中华你台湾人啊，这台湾人，大家都没有反对，讲我来中华民国来甲你统治，讲咱无反对，咱敢有影无反对？你有甘愿做兵的？你举手我看卖啊！啊，你无甘愿做兵的？举手我看卖啊！我嘛无甘愿做兵啊！咱迄阵若无去做兵，会去掠伊关呢？有无？你若无去做兵，家己掠伊关。但是你看，哇！我迄阵我有感觉真奇怪，就讲，较落尾啊，要甲掠去做兵，啊无去做兵的，伊甲掠去了，关无偌久就甲放出来。原因伫倒？原因就是因为台湾人都唔免做兵啊。占领军袂当叫老百姓去替伊做兵，因为理论上、法理上。占领军是咱的敌人，所以我才甲各位讲，唔免效忠中华民国。我讲这个话，有人听了足惊的，夭壽喔！你是要叛乱了？这甲叛乱无关系啦。法理上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人的敌国，我们本来就不用当兵。所以咱这边的游行，12到13游行的时阵，你有看你，咱伫。台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桃园，这些所在的游行，几千个呢？小那媒体都无要报，但是日本的媒体报足多。我当正式甲咱讲一讲，安倍晋三有叫耶鲁斯来甲咱讲，所有的日本的政府的官员拢知影台湾民政府。伊讲，那美国只要美国一个暗示给他，他就立刻会宣布承认台湾民政府，同时给我们人，给我们钱。啊，若讲到这个钱甲人荷兰的时阵吼，啊，有人可能讲，啊，你这台干，你靠美国，靠日本，唔是安尼讲的啦。咱台湾人戆甲袂白上，就是咱台湾咧缴税金。和伊中华民国，啊，和中华民国去甲咱领地。即马税金愈来愈重，那照现准是咱台湾的情形来讲，做事人足多。日本天气的关系，一年一季的一季收成一季，日本的农民生活足好诶，台湾的农民。做到要死，晒到乌乌规身躯乌乌，啊做三季，因为天气较热嘛。种地话三季、四季哦，我所知影是三季啦。啊，种遮侪物件，种遮侪物件，收入无够伊生活，是安怎？因为肥料控制伫国民党的手头，用农委会甲你控制。切啊！一计下农委会来给你定。世界哪有这戆的台湾人啊？像我种的稻啊，计下都要你定啊！伊得一种用政府的力量给你联合啊！伊无歪给你买啊！啊，你歪买安怎？囥安怎？生产的水果卖不出去，倒落水沟啊，倒落河川啊，
咱台湾就是这种啊，伊都甲你剥削啊。啊，台湾人袂晓反抗啊，啊，一个反抗，二二八就发生啊。二二八死偌济人？今仔我甲你讲，二二八要死偌济？迄当阵六百万的人口，1947年二月二八发生，经过15年，1962年的时阵，台湾有一个这个叫做警务处的处长，伫新议会接受质询，人家问讲：你户口普查，日本人做到真好啊！户口普查，普查的结果怎么样？伊讲哦，全台湾有人有户口，无人诶，126000，126000啊！日本的靖国神社，即卖咧供奉台湾人有39100个，你甲扣起来，还有700000，700000佮加一寡 homeless， 就是无厝好住的，嘛还有6万7万以上，600万的人口，6万7万无地好找，你怎样甲解释啥？死去啊！但是228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，背上来登记的才偌济？800个，800几个人，一人背你800万，咁安尼尔呢？我相信你有看真济228事故的迄个啊，做册。国民党为着要将咱这台湾人要规个要甲你抓起来，你讲你是228的叛乱分子啊？伊手铐无遐济啦。啊！免啊！甲你掠，用烟迄、那个啊做烟线，将你的手，甲你装过，一个装一个，一个装一个，互你袂当走啊！啊，袂当走！即马伫基隆、伫高雄的海，迄、那个海的海边啊，全甲你踢落去，一个落后壁就拢落啊！啊，咱落尾咱会知影，因为有一个人落尾伊写一本册。伊是排第一个，伊去互踢落去吼，伊先练开去，因为头一个嘛，伊游泳活起来，写一本册，讲迄当阵情形。那照这个记录，准推6万人死啦，台湾的人口600万，你想看卖啊？你的阿公阿嬷一个家庭拢超几个？像我外公啦。兄弟姊妹生11个啦，有真济迄当中生10几个，所以600万然后死一个，影响到迄10几个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煞入去白色恐怖，白色恐怖死38000几个，白色恐怖，啥物叫白色恐怖？暗时就甲你掠去啊，就甲你砰砰，掠去关啊！我捌亲目听到以前的所谓的警备总部的人讲。因为人走去山顶啊，伊伫山顶甲抓到啊，啊嘛爱抓落来，伊讲伊无遐免遐麻烦啊，当场就甲砰，安尼也袂走啊，安尼当来交差。台湾就是经过这段非常苦难、非常恐怖的日子，所以咱的老爸老母拢会甲咱讲啥，伊咱人有耳无嘴，台湾人。一寡较好读册，拢甲你鼓励去读哈，医生、课文就是安尼。那差不多是我这届哈，阮这个年龄诶，差不多来读册，拢是考医学院啦。无人讲要叫你敢去读政治啦，读这个法律啦，无啦。到即马为止，这个恐怖，到即马为止，这个思想，到今天。还没有改变，啊，无改变。恁家己摸恁的良心看卖啊！恁来这里上课，难道你没有受到旁边的人的一些威胁吗？恁来这里上课，有人会咪甲你讲啊，免笑死我啦！台湾民众也无军队。也无武力，也无枪，是免啊革命。我甲你讲，即嘛是啥物时代？法律、法治的时代，唔免刀，唔免枪，革命唔免用枪。
用什么东西？用你的头脑革命就好了。用什么东西？用法律。你就去找嘛。台湾的今天变成这样是什么人的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是美国的关系不对，但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啦。是我们造成的，我们怕死嘛。所以有很多人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来跟我说，秘书长，不用烦恼，你叫我冲我就去冲。我别来那套啦，真正我要叫你冲，你和总统你都怕不起。我跟你说，别说总统好啦，叫你说怕两脚步你就没法的啦。所以台湾人哦，拢迄支嘴，讲拢讲非常的勇敢，要替台湾打拼。啊，变啊变啊，不是安尼吗？啊，即马蔡英文变啊，不是拢同款吗？因难道唔知道台湾民政府吗？他们很清楚，我跟你讲，非常清楚。但是因啦，台湾人的死人个性，死鬼挖大饼。伊安那甲我讲呢？恁拼哈，我都拼等。恁若接到政权，我追过来。我跟你讲，拢实在，我无乌白讲。啊，你家己去看遐经营。即马台湾民众声声势愈来愈悬，即种的人也愈来愈多。即马嘛派代表咧含人讲，我讲啊真清楚。台湾民众都积极进还呐，恁家中华民国系统啊，我一个都不要用，除非你来上课。你无读法律啊，明仔你就要阁独立啊啦。啊！台湾是免啊独立，我恁你感觉真奇怪，恁来遮久啊，伫这个社会遮久啊，是啊，美国一讲讲人讲台独代表战争，啥物甲你拍？唔是中国甲你拍呢，是美国甲你拍呢。美国占这块土地，等于是美国替日本天皇保管这块土地呢。所以美国若要撤退，爱幸福啥物啦？日本啊，日本天皇啊。琉球同款啊！1972年的时阵，美国要将琉球献予日本天皇的时阵啊，因为日本天皇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 A 啊，伊讲你日本天皇即马袂当管代志，国家的代志爱交予百姓做组成的政府，所以等于是琉球啊交予现主席的日本政府来托管，所以日本这个琉球即马现主席是属于。托管的状态，无几个人知啦。那法律是足清楚的，伊就是因为咱写遮尼啊济写出来，美国人才惊着，美国国防部才咧派人来甲咱讲的。咱若台湾人头脑遮歹，要跟你画台湾独立，咱绝对死路一条。过几年啊，无台湾人啊啦。好佳哉，咱有去研究这个战争法。跟美国说，你如果没有进行，我把你告去战争法庭。奥巴马派人兄弟两次来找我，但是我也被骗去。他要连任的时候，派人兄弟来跟我说，欸Roger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再告了。我告诉他，他如果要下任的进行，一定正反行李，但是你要有4000人。我跟美国讲，最近才甲讲的，我4000已经准备好啊！你尽快献我。哎，你想拢点点啥？是啥意思啊？啊，听甲拢戆戆戆的吼！甲你讲准备好啊？安尼讲的，敢那拢不是恁家的代志呢？哦，好像不是你家的事。恁来这里上课是为台湾来上课，啊，无你是为啥来上课？当然啦，来这里上有几啊种啦，有几啊种的心啦，一种是真正爱台湾来的啦，一种是被逼的啦。阿公阿妈甲你被逼的啦，阿公阿妈讲这就对啊，迄天来一个美国啊，外形拢美国人，老母台湾人，老爸美国啊。我讲啊，你美国人，你来怎来上课？我妈妈讲，那我那无上课，伊要甲脱离关系。美国人呢？啊，也要讲北京话，真多啦！啊，我讲哦，啊，我后摆要做官啦，啊，才来啦。但是我要甲咱讲一讲，今日这个法律台湾的地位，
你要很清楚啦，不管你有要做官无要做官啦，这无你外口听人咧讲遐个话，你有法度甲反驳啦。所以他拄仔咱班长甲你讲，迄本新台湾论你爱买，唔是讲我因为迄本册我写，所以我叫你买，不是这个样子啦。这本册我会当甲你讲，这真正是我这本册写这本册啊，是参考资料偌济，你绝对想袂到的。有真济美国的机密档案。以我多过2005年，诶，错人哩，过美国以后半年，美国家己来找我，用电话敲电话去阮家呢，我惊一跳。你来查阮家的电话，我哦，全台湾所有的电话，伊拢控制掉嘞。先用日语甲我讲，因为伊知我留日嘞，煞来用英语，啊，台语是乌白讲，讲啊不得不接啦。啊！但是呢，我有甲讲，我讲小蛋，我袂当甲你讲话，我袂当甲你见面诶。因为美国法律禁讲啊，我若要含原告，我是原告，要甲被告见面吼，还是要讲话啊，一定爱律师伫身躯边啊。啊，若无迄个案件取消的，我诶，你是要害我吼？落尾又来台湾甲我见面，啊，然后就开始，为迄当天开始，每一个月到即马为止。三个单位都会来跟我见面，但是三个单位我跟你讲很趣味，三个单位有时候讲的都不一样，所以你可以看台湾的地位看多少困难了。国务院讲国务院的话，国防部讲国防部的话，啊，国安局讲国安局的话，但你有一点你可以看得清楚，就是说是怎样到今天为止，我林志兴没去中华民国的法院拿去，你只看这点你就知道说台湾民政府所讲的都是真的啊！我只讲讲足侪话，但是上个重要一点，对咱每一届上课主张跟立场的第三条，迄条就是保护大家啦。台湾民政府不主张暴力跟武力，你会记得？我们只要不主张暴力，不主张武力啊！中华民国任何人对你无可奈何。欸，不是我跟他說，是美國跟他說的，你這條一定要加下去，啊，還跟他說，你們上課都要連線，所以我們的位第一集到現在百多集，每一集我們都有現場實況轉播，美國說你越公開越好，越公開中華民國 對你越沒辦法，啊，真的耶，中華民國國安局氣得咬牙切齒耶，嘛无咱的法度啊！国安局嘛，家己来走来上课呢，调调干嘛来上课呢？有一届吼，有一期啊，我坐伫咖啡厅，一个少年啊，走来我的头前坐嘞。秘书长，我要甲你承认，我承认什么代志？摕一个 pass 出来，中华民国国安局红色的 pass 给我看。哦，我讲哦，你国安局啊，欢迎。又不是啊，我要让你知啊。我是公会来上课的，但是我听了，我感觉讲台湾民政府做得好，做得对。我无讲白差，包括咱即马即个水月人的头家，有啊去哦，这个中华民国的法院啊，传四五摆呢，啊不是四五摆拢无好啦，四五摆啦嘛有两摆，叫怎看？问我个甲叫来。那个电视关掉，录音关掉，他说尤先生，你做得很好的，你也看哦，一般的法官说我们做得很好的，啊，尤先生也问，他说我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，他说我有在看网络，所以你不能看说，我们在这里上课，我们在这里现主席也有十几个现役军人在咱那边上课，现役军人上课，等于部队有代志无？无代志，但是有一半左右啊，去予因的长官啊召见对。哦，你有听哦？真正甲召见，啊那官愈细，有一个很主席，我卖讲人在咱这里服务的一个东西嘛，
伊是做少年王啊，士官长嘛就对啦。伊讲吼，我受的待遇偌好呢？用几把解再去赢波，一粒天甲伊对话，甲伊讲呢，讲啊，你来去参加迄，伊讲啊，我参加迄有啥物唔对？迄、那个组织是不主不主张武力，不主张暴力啊，啊，讲台湾的法律给我听啊。啊、我感觉真好啊，因为我建议你，你少校哎，迄、欸那个、迄、那个、那个少将营长，你要来参加了。啊，无代志，啊，嘛有宪兵啊，宪兵嘛是迄职业军人呢，嘛两个职业军人来受训啊。我讲啊，你有拄着麻烦无？用到无？我宪兵呢？哎、欸，我遐个长官。大家都知道台湾民政府，我跟你说啊，台湾民政府继续再走下去，免多久了啦。有一天所有的台湾人在睡的，隆重会爬起来，你免烦恼啦。11月15日，礼拜天，下个月的15号，我们要举行一次10,000人的大游行。这边的游行，不管你在什么所在，在高雄、在台南、在台中、在新店、在宜兰，咱拢总用游览车把你载去现场，游览车费拢免缴，吃两顿拢咱出，不是我出的，是咱的同心，讲啊，甲拼落去。既然唔免出，唔免劳费，出一撮钱不要紧。所以11月15日，恁即马回去，恁个高级班车上上诶，恁来甲你个直属联络，啊甲报名。上好，阁叫你个朋友无相信诶，叫伊做伙来。两坐车免钱一工啦，啊阁有食两顿啦，安尼应该袂歹嘛，对不对？咱是将来唔爱讲吼，坐车免钱，啊，食饭免钱啦。迄是国民党的出头啦，甲民进党出头。咱是头一摆，是咱的同心家己法官讲，秘书长，我出这个钱，或者其他的同心拢免交钱，食饭也免钱，我拼落去，安尼讲好唔好？今日上课到这，明仔再继续。